古安以前是盛产贝壳跟海苔，然后海苔哦，在采海苔的船。哦，他在示范了。哦，这样采的哦，再多一点，摸懂摸懂。这个商店叫小小，看起来好可爱哦。哎，重点是要爬也是。哎，好适合哦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老店里面，哈，它有一个老人这样。哇，复古的样貌，复古的样貌。本节目由台塑石油 App 冠名赞助播出。